在省政府的时候的去海陆地的一个养殖专区。那总共在海陆呢预设24座风机，在内陆地方是预设3座风机，总计27座风机。坐在那里，刚好窗户好像有一个人走过去一样，咻咻。闪一闪的，风机的风叶在旋转的时候，它那个光害就会跑进屋子里面。它就是很敏感，刺激太大太快的话，它收不进来，就会然后打击系。目前芳苑大城这一块的浊水溪口湿地是仅存在彰化中部海岸最好的一块栖地。比较明确可以看到数量在既有的调查样点上已经有减少，沿岸陆地上的风机的设立真的应该要审慎的考量。刺骨的强风吹拂在冬季的彰化海岸，即便天气严寒，渔民还是趁着退潮下海采蚵，也有人努力挖掘俗称赤嘴的环纹蛤。我这是几斤啊？那就应该有20几斤。那你最多抓过几斤啊？最多的差不多70-80斤。最多是靠来挖这个翘嘴过生活。翘嘴这样一天，我们这样抓下来，你最多可以抓几斤？大约卖多少钱？能有2-3千块了。一天2-3千哦？一个人吗？那现在是冬天了，我们还要去抓，没有抓就没有钱了。仰赖这片泥滩地的不只是人，还有一群飞越数千公里来到台湾渡冬的候鸟。黑腹冰鹬忙着搜寻泥地中的底栖生物，嘴巴比较短的番石鹬则是翻开石头找猎物。一只贪心的东方环颈鸻抓了一只自己吞不下去的螃蟹。这样子的一个大片的所谓的泥质潮间带，它孕育的这些底栖生物，包括跟他们在地这种文蛤的产业都有过相关，就是这种底栖生物就是提供大量的水鸟作为食物来源。彰化鸟会在彰化沿海湿地总共记录到160多种鸟，其中有着长长嘴喙、眼神温柔的大勺鹬，是鸟类学家蔡家阳长期观察的对象。那我这边观察记录大勺鹬的行为，主要是觅食。它在退潮时间吃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时间觅食，因为我要知道它的能量获得的情况，然后再记录它从退潮到涨潮之后飞到哪里去的这个飞行路径跟活动的模式。鸟儿和人一样，随着潮水的起落作息。当潮水上涨，芳苑泥滩地北边的永兴养殖区就成为大勺鹬等水鸟重要的栖息地。彰化海岸目前最大一片的河口湿地泥滩地就剩下浊水溪口湿地这一块，就是从芳苑到大城，所以他们在退潮的时候在这边觅食，因为涨潮这边泥滩地都会被淹没，所以他们最好目前可以栖息的就是永兴新堡的那个渔温的堤岸，所以基本上目前这样的结构，觅食地跟栖息地刚好连在一起，所以对他来讲，他选择最短的距离飞到涨潮地方可以休息，然后退潮之后又可以飞出来。彰化沿海提供候鸟重要的觅食地与栖息地，同时也是优良的风场，陆域风机装置容量全台最高。2022年年底，近十年来规模第二大的陆域风电开发案即将进驻永兴养殖区。那怎么在海谷呢？预设24座风机，在内陆地方是预设3座风机，总计27座风机。最大的单机装置容量是4.2MW。那在叶片的部分呢，大概是116公尺的一个叶片的一个直径距离。那以我们设置之后的整个风机的一个面积呢，大概是660平方公尺，那就是在我们渔温的一个角落区。总发电量呢，每年是3亿700万度。2022年12月初，芳苑陆域风电计划在环保署进行第一次专案小组初审，对鸟类生态的冲击成为关注焦点。彰化口隧道哪都被风机管线风电占据，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彰化沿海地区的海岸水鸟生态保育不重要吗？依据华硕署的内文，本案冲击区的优势鸟种之一就是大勺鹬。
而且风机的设置将造成本地区的栖地品质下降。而关于如何减少对鸟类的冲击，业者表示会扩大风机间距，预计在扩大我们三级风东北向风机间的一个间径距，是我们高度350公尺。那也由于我们其他目前既有的一个风力机组的按键的一个间距的距离，在我们度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降低我们风机机组的一个施作还有安装频率的一个强度。那另外我们在部分的叶片上会进行颜色的涂装，来增加鸟类对风机叶片的一个辨识。这个团体出现资料，就是刚刚都是有找这个生态公司做的分析评估报告，就是在副作用的部分，生态公司上面也写上清楚，他们建议的这个风机的间距的距离至少要500公尺，因为这边鸟类真的非常非常多。为了避免绿能选址与生态的冲突，能源局借由环境与社会检核机制，引导业者避开生态热区。永兴养殖区全区都被划为高生态敏感区，仅开放北侧20%的面积受理光电开发申请。但环设检核只适用余电共生型光电，业者预定设置的24座风机，加上最南边台电已设置的4座风机，将占满整个养殖区。本案风机设置恐对该区域鸟类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冲击，也恐使能源局推动环设检核以及高生态敏感区开发管理机制所付出的心力以及公帑付之一炬。永兴养殖区北边的汉堡湿地同样是鸟类重要栖地，2019年陆续设置17座风机后，彰化鸟会就观察到风机下方出现鸟尸。李一兴还曾经目击一只黑腹滨鹬被叶片击中。当然，当下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录到它打到掉下来的这个垂直的画面。可是我等于是我就收集了那一只在地上的尸体，然后交给特生去做记录。彰化鸟会在汉堡湿地进行的鸟类调查，2016到2019年平均都有25000只次。2019年年底设置风机后，2021年仅调查到15000只次。影响最多的其实就是鹬科跟鸻科的鸟类，就是原本在涨潮之后进到堤防内，然后就在堤防旁边的鱼温休憩的鸟，像大滨鹬啦，然后像比较常见的东方环颈鸻啊，在整个东亚澳迁徙线上会主要以彰化这边为栖息地的番石鹬啊，这大概都是我们目前在这里做调查的时候比较明确可以看到数量，就是在既有的调查样点上已经有减少。李一兴观察汉堡湿地设置风机后，鸟会避开风机集中处，飞行模式也改变了。它就是尽可能的，要么就是压低高度往下飞行，要不就是飞离开整群的风机群绕过去。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候鸟来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觅食补充能量，那我多余的飞行对它来讲就是多余的能量的消耗嘛。如果消耗多余获得，那这个栖地就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吃到的还不够我花掉的啊。但是当干扰越多消耗越大的时候，那这块栖地鸟就会放弃了。彰化是文蛤重要产地，风机设置对养殖业的影响还有待厘清。风机营运期间至少会有20年，风机运转产生的低频噪音震动的因子将长期会存在这个区域。这要请开发单位就前面所提的两种因子对生产区养殖物种是否造成负面影响提出相关论证。那我们也看到在云林的四湖乡还有台西风力发电的这个两岸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呢，发现影响文蛤的产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密度还有气候的异常，另外还有水质的部分会造成它的一个养殖结果的影响。那所以在我们风机运转产生的一个震动呢，也依照这两岸已经开发的案例呢，发现它也不至于会影响我们整个文蛤上的一个养殖。那些资料看起来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说风机所在的位置跟养殖所在的位置之间有一个距离，好像不是很直接。
那我们现在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的直接，所以呢，这个方面的一些监测计划应该要有合理的规划。方苑路域风电计划预计跟汉堡一样，直接把风机设置在渔翁一角。当地渔民表示，文革对震动非常敏感，可能受到风机运转影响。进水嘛，对吧？它是两个孔，一个是吸水，一个是你稍微有震动，它那个两个吸吸会赶快收进去。啊，如果说刺激太大、太快的话，它收不进来，那个壳合起来就会然后打进去。那你这个风机底下是否有震动，强烈的震动，它也是会咬舌自尽。所以你们有观察到冬天风大，风机它可能震动就更大这样？对对对，因为本来冬天的文革不会死人，可是今年的冬天文革会死亡，以往是不会这样的，因为在风机底下几乎好像每一尺的文革都收不起来。都死的喔，来这么多，你不知道现在风就排放喔。近年文革死亡率比过去高很多，路边经常能看到一堆堆弃置的文革壳，究竟是水质或气候变化导致，目前没有定论。文革现在就排期了，你看说路边风力发电，其实就是好像在补我们一刀一样，我们都快死掉，你再补我们一刀，我们不是死得更快吗？风机可能对居民造成的干扰，在专案小组初审会议上也引发讨论。风车安全距离这个东西，从2010年、2012年就讨论到今天嘛。你们这样讨论，到底要几百年，你们才会想说那个风车真的要有安全距离的，然后让厂商去遵照，然后去规划设计。本来临近居民的聚落，而且位于永兴区养殖渔业生产区。养殖渔民经常进入从事养殖，开发行为影响居家安宁是本案不赞成开发的主因。但是在华硕中里面，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影响的评析里面，只有针对施工期间的影响做简短说明，并没有说明营运期间的影响。这户他本来是住在这里，后来砖那个吗？对对对对，那个白色的铁皮屋那边。他本来是住在这里，可是他现在没住这里了，已经搬到海尾去住了，因为受不了。巨大的叶片在强风中运转，即使在400多公尺外的住家，还是可以听到强劲的风切声。所以你们每天在家里都会听到噪音，这样？噪音还有陷阱，你坐在那里，刚好窗户好像有一个人走过去一样，咻咻，把眼睛会闭一下，闭一下。它变化就从那个南边，它一直那个太阳慢慢每天都变化北上的时候，就看哪一只风机会影响到住家。我这边目前是右边这两只会影响到住家，其他的风机可能就影响到北的，因为角度的关系嘛。这周围啊，周围人都会轮流啊，轮流啦、啊。在初审简报中，业者提及已依规定办理两次说明会。但不少居民并不知道相关讯息。之前的图书馆开说明会时，拢不甲因通知吗？无，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拢无甲因通知啊！伊跟他通知船长、代表、跑步，那甲因公司的人。所以你这有三款的拢无通知？无，通通没有，永久公无关，永久公无关。永久公唔知啊，拢唔知啊，是拢不知道啊，你唔关的。对啊，啊，甲代表出声啦。嘿，迄个相关的，相关的，叫一挂话啊，恁不是地主的去哦倒人头的，啊，怎恁相做的哦？居民质疑业者没有充分沟通，甚至有些地主还不知情或尚未同意，就已经被列入风机预定地。像我曾经打电话去问，像这个先生就不知道他被写下去，他也。莫名其妙，我问他说，他说哎、欸、没有啊，我都也没有跟他定下来，他怎么帮我写下去啊？很多地主也都不知道了。专案小组最后决议，方苑路域风电计划需于今年3月底前补正再审，并要求厂商考虑降低风机密度或数量，以及补充对养殖业的影响评估。因为我刚刚看到落下地点大概在前面的位置。
保育人士认为，划出不宜开发的生态热区，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用汉堡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了，你设了风机那么多，本来汉堡那边涨潮的时候，渔翁亭岸的鸟是几千只在那边，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所以你要用已经发生失败的这个现况来预估未来永兴的状况。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子环评设计，看那些环评报告，看那些都大家都在末端在那边争执几只几只要放哪里，但是我看不到我们对整体的再生能源跟生态之间怎么样去共存跟平衡的大策略。彰濱工业区以南，目前以彰化鸟会的观察，主要的热区就是三块，一个就是汉堡的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永兴渔温区，再一块就是浊水溪口，这三块其实都不适合再做任何大型的开发，包括风机的开发。随着潮水退去，大小鹬再度起飞，准备回到滩地觅食。他们在台湾的渡冬族群最多曾经达到3000只，随着潮间带陆续开发，已经一路下滑到500多只。期望尚未政策能有更完善的规划，别让能源转型成为大小鹬与候鸟生态的黄昏。